出道20周年的安室奈美惠即将要举行亚洲巡回演唱会，第一站就选在台北小巨蛋，将与韩国男子团体 Super Junior M 互别苗头，在这个周末热力开唱。日本天后安室奈美惠的热力不减。 大批的歌迷涌到松山机场，就是要一睹他的风采。日前开放10000张台北演唱会的门票预购，开卖后15分钟内就销售一空，主办单位紧急加开一场。要求完美的他，为了海外首场演出，特别提前3天到台湾投入彩排，要将最好的演出献给台湾的歌迷。